第一章，约翰福音第一章，好，谢谢。对，关起来好了，外面很吵。那个 volume 大声一点点。让我们一同翻到约翰福音第一章，十四节。我们发现初代的教父，他们常常把重点放在约翰福音第一章，特别是四节，找到我们一同来读，一同来。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道成了肉身，这究竟耶稣基督如何道成肉身？我们来看俄里根他的基督论，那他基本上他对道成肉身的认识是，因这个道临到这个肉身，乃是这个道这个 logos 把这个肉身圣化。把这个肉身呢 deified， 好 ，deified body， 好，因着这个道，好，加在人的灵魂的里面，就圣化了这个基督的身体，所以基督的身体跟一般人的身体不一样的。所以因着这样的一个的了解呢，你发现俄里根的对耶稣的神性人性基本上是贬低了基督的人性。耶稣的身体是一个圣化的身体，不一样的，因为有这个道这个宇宙的 logos 临在他的里面。甚至呢，他对基督受害受死的时候，他是把这个基督的灵，就是他的 logos 的所在，基督的灵 logos 回到天父那边，然后他人的灵魂他的 soul 就死了，下到阴间，他的身体埋在坟墓里面，你看到吗？他是三分的，因为他就把它分别出来，这个 logos 是那么的伟大，这个道道成了肉身，所以这个 logos 不可能下到阴间。基督的灵，当基督死的时候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手里，他的 logos 回到父那边去基督的灵 logos 回到父那边，要他人的灵魂这部分真的是死了，下到阴间，然后呢身体埋到坟墓。所以他是这样来看基督的本性。那这样的一个说明有什么危险缺点在哪里？都分了两个了而且不是耶稣完全的神性，他的宝血为我们受害，他的整个的 person 神人为我们钉死下到阴间，只是他的人性部分受害，那就产生这个救赎的价值了。有，因为不是他的宝血，他死只是一个臭皮囊死在那边那么哪有这个宝血救赎的价值呢？因为他把那个 logos 抽出去了这个是他的基督论道成肉身的一个很大的问题那么这个问题是大，但是更大的问题呢是他的创造论就更严重了我们来看看他的创造论。他基本上他的创造论呢是一种 eternal creation 的 concept。他的想法
认为神在永恒里面创造了，或者说带出了 Logos， 就是这个道，就是圣子。但是不单是有这个圣子在永恒里面被生出来，产生了 Logos， 那么也在永恒里面带出了这些 Logikoi。那 logikoi 是什么呢？可以翻成就是 rational beings， 或者用中文翻来翻的道灵体，不是这个太初之道，不是生子这个道，但是呢，也是有道的本质在里面的，翻的道灵体。这些道灵体，这 logikoi 或者这些 rational beings 是谁呢？就是。包括天使，包括人类，啊，这是 logikoi， 在永恒里面是一个道灵体，在永恒里面是活在神的面前，瞻仰神的荣美，啊，与神是不分的，啊，围绕在神的面前，不断的与神联合，啊，来仰望他的。那这些道灵体结果呢堕落了。那怎么堕落呢？就是他们不再以神为中心来瞻仰神，默想神。所以因着他们不再注视神，仰望神，以神做中心，所以他们就堕落了。那堕落怎么办？堕落他就把这些堕落的 rational being 翻成三类，就是包括天使、服役的灵、人类、鬼魔，分成三类。要为这堕落的这些灵体呢 ，rational beings 呢，就创造了这个宇宙世界，让他们可以有一个世界来栖身，住在这个世界，或是运行在这个世界上面。那解释他的创造论。那单单这样看，你发现错在哪里？啊，他是相反的，跟圣经的这个创造的次序是相反的啊。创世纪很清楚讲，是先创造了这个地球万有，最后创造了人类啊。但是他是刚刚相反，这些人道灵体是先存的。然后之后，因为面对这种堕落的光景，神在被逼创造了一个物质败坏的世界，来让他们暂时过渡。这个地球好像一个炼狱，地球不是一个美好的地球，因为是一个物质异变的一个世界。那你发现他这种的讲法受了什么的影响啊？看到了吗？他受了两方面的影响，他这种创造论不是完全从圣经出来的。第一，他受了什么影响？希腊的二元论啊，因为他同样的没有办法接受这位全能的神怎么会直接创造一个物质的世界啊。物质是败坏的，这个物质世界是 changing， 是没有意义的啊，怎么可能是神的 first creation？ 所以他要解决这个问题，啊，他受了希腊的二元的影响，所以他不按着圣经的说法，神不是直接先创造这个世界，神原来先创造的是这些道灵体，啊，因为这些灵体是好的 ，logikoi 是好的。这些 logikoi 这些道灵体在那边瞻仰神、仰望神、注视神，但是当他们不再注视神，好，不再瞻仰神，他们就堕落了。所以堕落之后，神是为了他们的需要才创造一个物质，赐好的一个被造。
所以很明显他受到什么希腊二元论的影响。第二，他也受到什么影响啊？他的什么？他的密契神学，他的 mysticism。他不单受到希腊的二元论或者说洛斯底主义的多多少少的影响，他也，你发现他这个的创造论的架构基本上也是放进了他的密契神学啊，所以他认为瞻仰神、注视神、仰望神是整个宇宙的最高的真理，所以起初所有的被造这些道灵体是跟神完全连结的，是瞻仰神的，然后失去了这样的一个的注视跟仰望就是堕落。那他高举密契神学，这是好的，但他把这个密契神学应用在什么创造论里面，那就很大问题了。那不单是这样，他对救赎的看法呢更有意思。道灵体进到这个世界，产生了人类、天使、魔鬼，有耶稣基督的十字架的救赎，啊，就是让人类呢可以呢回到原来的道灵体，因着基督的灵在我们里面，我们被圣化，我们的灵魂被圣化，我们就可以开始来回到这样一个对神仰望、注视神、与神联合的这样的一个的生活，啊，那这样的一个的操练，就是我们救赎的一个开始，然后透过我们这个被圣化的人不断的这样的来操练注视神、仰望神、与神联合，才能够达到那个原来的 complete restoration and salvation。 你看到他的救赎论吗？对，十字架耶稣基督的救赎恩典是一个关键，但是 not the sufficient condition for salvation。这个是一个 beginning， 因着耶稣基督的救赎，因着你接待了耶稣啊，基督来圣化。你还记得讲到这个道，这个感孕，道化生命，看到吗？我们上礼拜不是讲到道化生命吗？这个道化生命，然后带来这个道的内显。我们在灵魂里面可以看到基督，瞻仰基督，你需要不断的进入这样一个对神的瞻仰仰望，透过这样的一个操练才能够进入得着那个完全的救恩，回到当初神创造也在道灵体的那个境界，就是一个 complete salvation。 所以你发现他的救赎论不是什么唯独十字架，除了十字架之外还需要什么？还需要什么啊？自己的努力操练这个密契的对神的追求、仰望、联合跟敬拜。那透过你这样的一个密契的操练，才能够得着完全的救恩，才能够得着完全的人被造的恢复，能够回到那个道灵体当初那种的跟神的亲密，你才是一个真正的 complete salvation。 所以很明显不单单的创造论受到这个二元论的影响，或者说密契神学的影响，他的救赎论也什么也受到密契神学的影响，与神密契是对的，但是他高举到一个地步什么变成什么得救的一个部分，十字架 is not the only condition, it is just a necessary condition,
but not sufficient， 要加上什么？除了十字架救耶稣的救恩，还要加上什么？你的对神的这个密切的追求跟操练，才能够完全的这个救恩。所以你发现他的整套的理论美不美丽？从人的角度，蛮美丽的，蛮神奇的，蛮精彩的。但是 it's not from the Bible。一半是从希腊的二元论来的，然后一半是他所对神的爱慕、密切神学而来的。好，对不起，那个被圣化的部分，他说认识基督、默想基督，对，这跟我们现在说没有唯一的十字架的救赎，这个之间的差距是多少？就是说认识基督，他是不是也带着说也是有默想十字架的救赎啊？还是没有，他基本上就强调是敞着脸得以看见神的荣光，他是对神的荣耀荣美的默想，他不默想十字架，默想基督，就是他比较强调那个耶稣带着彼得、雅各、约翰登山变相，他强调这种的 face to face vision， 不是单单彼得、雅各、约翰可以经历的，每个基督徒都应该经历，都要进入啊，这种对神荣美的经历，赞扬神的荣美，啊，那这个不单只是一个成圣的操练，也是一个得救的操练，这个就麻烦了，啊，你真正回到道灵体的这种原来的境界，啊，你就要透过这个的操练，所以十字架只是帮助你找到这条回去的路，那你要不断的操练、密切仰望神。啊，亲近神、与神联合的这种的追求，那这个就是大问题了，啊，所以为什么在教会历史里面一直在争论究竟俄里根是不是异端，啊？所以你们自己心里有数。所以有人说他的生命像基督，但是他的教导像魔鬼，有人这样说的，因为。他把二元论搞进去，啊，好 ，OK， 我们不会搞里面，啊，好，然后我们来看他的救赎论啊，特别看他这个 ransom theory 就更有意思。他的意思说，因着耶稣基督的十字架的救恩，就可以变回那个 logical， 要加上你的密切的操练，对，才能上去，啊，只要两条线的，不是单单靠十字架，十字架只是给你一个起步，得着这个灵魂的圣化，好，让你的灵魂可以不断的来赞扬神，有这种。能力，啊，能够亲近神与神联合，啊，所以非常好，他的本意是好的，是高举这种对神的亲近、仰望、啊注视，但是却把这个东西高举到成为得救的一部分，啊，就很麻烦，嗯。那我们来看他的 ransom theory， 我们先翻到马太福音二十章。我们一同来看二十章的二十八节，找到我们一同来读。正如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要做舍命做多人的赎价。然后我们特别注意这个赎，在希腊文是 neutron。那么赎价这个字呢，在希腊罗马时代 neutron。
是指到一个人来到那个奴隶的市场 slave market， 就是卖的是奴隶，好像卖一个货物一样。那么这个人就把一个 ransom， 把一个价钱，把一个赎价交给这个奴隶的主人，然后这个奴隶的主人就把这个奴隶呢释放了，交给这个人。那付的这个的 price， 这个价钱叫做 ransom。那俄狄根就思想这个问题了。耶稣基督做多人的赎价，His life is the ransom。那他就用了这种希腊时代的这种的 slave market 的背景，就在思想，究竟这个 ransom， 这个赎价交给谁？你们觉得交给谁？耶稣明明讲他成为一个赎价，做了一个赎价，那这个赎价交给谁呢？所以他就很容易就联想到这个 ransom 这个字在当时的用法跟意义，所以他就想到这个 ransom 是交给撒旦来。因为你看看，就像那个很恶的很坏的买卖奴隶的那个恶的主人，这个 ransom 是交给那个奴隶主的嘛？可能这样的一个的文字背景呢，影响了他。但当然，他是更有意思了，他是把它更 dramatize， 就解释耶稣基督他的死，成为一个赎价，如同一个 bait， 我们要去钓鱼嘛，对不对？钓鱼要去买 bait， 鱼饵，那么耶稣基督他的死就如同一个 bait， 一个鱼饵，因为他无罪，撒旦要来吞吃他，要来控制他，反而呢被吊住了，被打败了，撒旦就好像是一条大鱼，这个鱼儿耶稣基督的受死，他要来吞吐他，他要来控制他，但是基督的无罪，他里面的这个无罪的生命也大能复活显明他是神的儿子，所以反而呢这个撒旦呢被打败了那我们来再参考一书圣经，在希伯来书第二章十四节，希伯来书第二章十四节，儿女既同有血肉之体，他也照样亲自成了血肉之体，他要借着死败坏来掌死权的魔鬼。怎么败坏他呢？怎么打胜他呢？他就像这个鱼饵，撒旦来吞噬他，这个反而被耶稣的神性勾住了，被耶稣的无罪得胜了。所以他这种的理论，你发现缺点在哪里，或者为什么会有这种理论？基本上它是什么？又是什么？受到当时代的这种文化的影响，这个 ransom market slave market 这种 concept。同时不晓得俄狄根是很喜欢去钓鱼，是每天去钓鱼，把这个钓鱼理论怎么也放到这个救赎理论里面去把一些人的想法文化放到这个真理的解释上面所以从俄狄根的解释问题呢给我们很大的反省我们要非常小心这个时代的哲学思想文化或者人的想法，你发现三方面俄狄根都有，时代的文化，当时的哲学思想，还有自己的一些想法我们应该研究是否俄狄根是常常去钓鱼的，所以产生了钓鱼理论那更麻烦的地方就是基督的救赎呢不单对信徒有救赎的功效，
从他的那个创造论跟堕落论来说呢，其实基督的救赎也帮助撒旦和所有堕落的天使都有 benefit， 都有帮助。耶稣基督的十字架的救赎是一个全宇宙的 universal salvation。那么如何能够救赎撒旦，就是堕落的灵体，他没有具体讲，他是很一厢情愿的，可以说比神更公义更慈爱，他认为所有的这些道灵体 logikoi 透过耶稣的十字架都能够有一条回去的路，不但是人类对神的敬拜注视，连所有的天使甚至堕落的天使都会有一条路回到当初这种被造的情况。所以又看到他的这种的说法真的是一厢情愿啊，一厢情愿啊啊，但是圣经却没有这样的一个应许。那他的死亡论也是很 controversial 的，他认为基督徒死了是先到乐园 paradise， 就好像耶稣应许这个被钉的强盗，今天你就与我到乐园去，所以他认为基督徒死后会到乐园，但是不信的人会下到阴间，但是这个阴间呢，却是个炼净的阴间。下到阴间被炼净之后呢，还是有一条归路的，是怎么归路他也没有说啊。所以这种的说法就影响了什么后来天主教的什么观念了啊，炼狱的观念了啊，所以很麻烦的啊。那他的 eschatology， 他的末世论，既然他是那么强调这种灵体灵界，当然他都不接受耶稣基督再来在地上有一个 physical millennium， 他是完全不接受耶稣基督会坐在大卫的宝座上在地上掌权作王 一千年，因为这个地球世界都是不好的，为什么耶稣基督还要再来在地上作王掌权？所以他完全不接受这种physical 的 millennium， 跟这个爱人流不一样啊。有啊，有启示录，但是他不是这样来解释启示录的啊。将来我们读启示录或者末世论就知道有不同的解释的啊啊啊，解释一个对他来说，这个 millennium 来是指到一个属灵的国度，在就算公认了，他也会，因为他是灵异解禁的，他不会接受 any physical 的东西的。所以你就知道一个哲学思想，希腊的二元论，在当时影响非常非常厉害的。然后他的得救观啊，刚才也提过了，不但信心要信靠基督，还要加上知识跟行为，啊，这个行为就是我们密切的追求跟操练，啊，才能够圣化得救。那当然，他的圣餐观啊非常好，强调啊。是一个的 fellowship 跟 communion with Christ， 那因着圣灵在这个圣餐里面的运行跟工作跟圣化，圣徒参与在这个圣餐里面会得到成圣的一些果效跟恩典。所以基本上他的圣餐论不是一个完全的纪念说，只是一个头脑上在纪念耶稣基督的钉死，乃是透过这样一个圣礼会得着成圣的恩典。那另外他也提到也讲论到这个祷告跟神的主权的问题。那这个问题其实也是很多基督徒我们今天常常 struggle 的，究竟我们的祷告是否改变了神的旨意，或者究竟我们的祷告，我们的自由意志，按照我们的自由意志来祷告，人的自由意志跟神的主权旨意跟预定有没有矛盾？
是否会有一些情况，神原来的原旨没有这样的安排，但是是我们的自由意志、我们的需要、我们的祷告摇动了神的手，神的手本来不动的、不想做的，结果我们好厉害，我们的祷告、自由意志啊，我们的迫切祷告、禁食祷告啊、昼夜祷告，摇动了神的心，也摇动了神的手，啊，就改变了他的旨意。所以那个时候，俄狄更已经在思想这个问题了：究竟人的祷告、人的自由意志跟神的定义，或是预定跟主权这两方面怎么 harmonize？ 啊，所以他的解释就是说，其实这两方面。人的努力、人的祷告跟神的旨意，他认为基本上一个有果效的祷告、有果效的祷告，其实两方面一定是和谐的。就是说 你所谓的自由意志，其实是你立志行善，其实都是神的灵运行在你的心里面，好，让你能够按着神的旨意、神的感动、圣灵的感动，啊，能够坚持迫切不断的为这个事情祷告。那么你的祷告是你的参与、你的努力、你个人所觉得自由意志，但其实在你自己觉得的自由意志的背后，其实都是神的灵在感动你，让你可以persevering 不断的坚持的、不摇动的信心，不断的为这个事情祷告，而到最后产生结果。那么假如不是神的旨意定义的，你怎么祷告、怎么摇动、摇来摇去，这个人还是死掉，摇来摇去还是没有结果，啊，所以他认为For the effective prayer, 有果效的祷告，基本上就是人完全的参与、努力、自由意志跟神的旨意，这个是完全是 integrate together， 就好像耶稣的完全的神性跟人性是两方面完全配合的，也好像人的得救一方面是神的预定、神的拣选，但是同时也是需要神会感动人自由意志的参与，去接待基督，心里相信、口里承认。一个真正有生命得救的人一定是两方面的，假如没有神的拣选跟预定呢，只是按着人自己的一厢情愿，这种人是什么？就像约翰福音第一章十三节所说的，只是人意生的、出于情欲生的，不是真的重生得救。所以其实俄狄更那个时候就已经处理到这样的一个的所谓的表面上的矛盾，啊，其实这个原则可以应用在救恩很多事情上面，啊，其实假如他把这个应用在耶稣基督的神性人性就更精彩了，是好像是矛盾，啊，百分之百的神性又是百分之一百的人性，好像是矛盾，但是是并存的，两方面是要同时配合的，啊，好，所以关于他处理这个自由意志跟神的旨意这两方面有没有什么问题？所以其实今天很多的基督徒常常也是把这个问题找来跟牧师问，哎呀，牧师为什么我拼命的祷告，啊，这个事情都没有成就，啊，我在牧会的时候，在纽约的时候，哇，我们有一个弟兄他bone cancer， 哇，我们真的全教会长期的为他进食祷告、通宵祷告啊，那他的太太也找了很多的基督徒牧师为他的丈夫祷告，到最后他的丈夫还是被主接去了。最后有一天他跑来问我，王牧师，为什么我们那么多人祷告，我丈夫还是死了，我怎么回答他？他那么伤心，然后他来 challenge 我，我真的无话可说，我只能说我们来祷告啊，求神来安慰我们啊，坚固我们的信心。你不能跟他讲神学，啊，因为他的感觉就是为什么我们那么多人祷告，神不听我们的祷告，啊，
所以究竟祷告的果效在哪里？啊，祷告的努力，啊，在哪里？啊，怎么跟神的这个旨意来配合？你不能说哦，这个是神的美意，他一定会被你绊倒。所以我们有时候有在真理，在某种情况之下不能讲的，千万不能讲。记住，这个是在教牧神学里面非常要注意。当一个人很伤心 challenge 你的时候，你不要跟他讲神学啊，千万不要，你会绊倒他的啊，他会觉得你讲高调啊，啊，这个神的旨意，神的美意啊，神的美意本是如此，他会气死 我丈夫都死了，你还是神的美意本是如此啊，这个神的旨意跟人的自由意志祷告是没有冲突，他听不进去的，你千万不要讲啊，你是为他祷告的好。告里面就是我们在读旧约那个西西家王嘛，他不是要将要死的时候，他就自己向神祷告，后来神又延长了他的寿数。对，后来呢，就是有很多的人解经学家也说，他生下了他的儿子马纳西，结果后来马纳西就是好像，就是去拜偶像什么，使得以色列国就是带来了很多的灾难。所以就是说，像这件事情啊，那么现在也有一些。就是我也听到过有的弟兄就说，他们教会里有一个人，有一个弟兄，他也得了癌症，后来他就为他祷告祷告，后来他们全教会为他祷告，他就活下来，结果活下来以后他去犯罪了，更糟。所以我就说好。所以圣经里面的确有些例子让我们很 puzzle， 很不能够理解究竟神的旨意，神的预定在哪里。好，比如说像西西家王，明明神说要夺他的生命了，结果他的悔改、他的祷告、他的认罪，哎，神就延长他的生命。神明明要透过约拿先知宣判他要毁灭尼尼微城，结果传承悔改，神又后悔所要降的灾。所以类似这些经文，好像让我们感觉，哎，好像我们的祷告可以改变神的心意，摇动神的心，摇动神的手。那其实经文真的给我们这样的一个感觉的。不是，我的意思就是说，改变了以后，它反而结果不好了。那这个是另外一个 issue 了啊。本来短寿长寿都可能都是有问题的了啊。反正我们先解决这个祷告，是否我们的祷告改变了神原来的计划啊？这个是我们比较难解决的问题。啊，强求究竟是否我们的强求会改变了神原来的计划？其实我们所关心的，也是俄利根当时在很多基督徒当中所要解答的一个问题。所以在圣经解释的例子，我们应该怎么去看？啊，跟我们对神的认识，这个正确的神观，神是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神。是一个慈爱的神，神是一个有计划的神，不会因为神今天讲了这个事情，因着哇我们在求啊啊祷告啊哭啊叫啊闹啊，而神就张就了一下，改了一下。那加这种的看法跟我们的这个神观真的是很明显的冲突啊。所以我们应该怎么看？就是说西西家的事情，其实神是有他的所谓的 hidden will， 好，神是要这样来宣判，好让西西家有这样一个的祷告悔改的一个机会，然后神原来的 hidden will 本来就是要加添来的手术，就好像神原来的 hidden will就是要透过约拿要尼尼微城悔改免去这个的灭亡，因为神要透过亚述要成为审判以色列的这个工具啊。所以神其实他的 hidden will 是要灭亡尼尼微，还是不灭亡？其实不灭亡。而且更奇妙的一件事情，约拿只是到了尼尼微
讲了几句话，走这个程度没有走了四分一，他都收工了。他反正神你叫我传，我传了，虚应故事。结果约拿没想到，居然传承悔改。没有信布道的人，却带来几千万人信主。为什么？我们要谢谢约拿，他逃跑。因为他逃跑，他被丢到大海里面，然后神预备了一条鱼，把他吃了，然后又把他吐回这个干地。这个故事传到李伟成当中。所以假如没有他的逃跑，没有这个约拿的神迹，你以为人你约拿再传十年了，传承的人都不会悔改。但是妙就妙在神早就知道撒要走计划好，透过人的错误却成就了神的美意。他不逃，没有约拿的这个鱼肚子的神迹，这些拜偶像的尼维城人会因着你约拿讲几句话就传承悔改吗？其实之前这些人已经开始有敬畏的心，怎么会约拿会出现在他们当中？这个人不是丢在大海里面的了吗？啊，怎么又出现了，又复活了？他们敬畏神了已经。所以神的 hidden will 其实你说神要真正毁灭尼尼微呢，还是要透过约拿的背叛跟神迹来让尼尼微悔改，暂时 hold 住神的审判？因为神要接着亚述要来审判以色列。所以从人的角度看，好像人在改，神在改变，但是神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他已经神早都想到第二步第三步了，我们人只是想第一步，我们就觉得好像神在改变了，其实神没有转动的影子。他如何定义就如何成就，只是站在我们人的角度觉得神在改变。其实我们父母对待儿女也常常会这样啊，啊，父母会觉得，哎，你为什么父母改来改去？其实有些时候我们父母讲的话是来吓一下我们的孩子，啊，你不听话我打死你，结果没打死他，孩子搞得糊里糊涂。啊，这个电池 on and off 不是很好。这个可以。好，换一下电池。所以我们看到这些圣经的记载，我们一定要从人的角度去理解。啊，神从来没有后悔造人，神也从来不会今天讲了，后天就改了。啊，从神没有转动影儿，神从来没有改变。只是我们觉得改变，但是神也透过这样的一个事情来教导我们看到祷告的重要性。但这个祷告是要配合神的旨意的，人的祷告是 necessary condition for a fulfillment but not sufficient condition. The sufficient condition is still depend on God's will. 啊，这两方面配合的。所以一方面我们人愿意回应神的呼召，但是你今天能够侍奉神，一定要有神主动的拣选跟神的旨意，啊，你才能够做传道人的，不是你一厢情愿。所以我们在华神的时候，林院长常常说，神的国度没有自愿病的，你不能只是单单只是 volunteer， 我为神大发热心，我要侍奉神，那个不够的，你需要有神的旨意、神的呼召，两方面配合的。好，对。其实马拉西在犹太人跟次经里面，他的位置很高，因为马拉西的祷告，因为他被掳悔改的一个祷告。其实，因为我们基督教很少读次经或者犹太历史，他的位置是很高的。犹太人可能比西西家还要高，还要高，对。因为他悔改祷告，这个祷告在次经里面。Amen。好，所以我们从这奥利根讨论到这个祷告自由意志跟神的旨意主权之间怎么去 harmonize， 所以基本上我们得到一个结论，这两方面没有冲突。当你所求的是出于神的，是神则安排的，环境怎么艰难，你的信心不会摇动，你就知道这个信心是从神来的，那你就继续的祷告，然后
透过你的祷告，神的旨意啊，作为成就啊。那其实俄利根重点对祷告的看法，还不是事情的成就跟不成就，他觉得对祷告有这个属世的价值 ，objective worldly value， 可以得着某个好处，得着某个祝福，但他觉得这些都不重要啊，或者事情的成就，他认为这些都不重要。他认为祷告的价值最重要的是那个 spiritual value， 透过这个祷告，你能够面对面的遇见神，你能够在这个祷告当中能够经历到神的同在，神的荣耀啊。那这个对神的经历跟面对面的朝见神，是超越一切物质的祝福，这个才是祷告最有价值的地方，也就是说祷告的 unitive value。 但很可惜，今天我们的祷告世俗化到一个地步，物质化的一个地步，我们整个的 focus 就是神啊，给我你手中的赏赐礼物，把神当了圣诞老人啊，没有人爱圣诞老人的，只爱圣诞老人的礼物啊，好像只是要东西要礼物啊。但是俄利根认为，其实祷告重点不是在那个 blessing， 乃是那个赐恩的主，你能够更认识他，更经历他，更享受他啊，能够与他更联合啊，这个才是祷告的 unitive value， 而不是在乎那个 material value。这里发现俄利根有些东西，特别讲到生命方面的，讲到这个 mysticism 方面的，密契派方面的，他真的是内在生活之父。但一讲到这些救恩神学啊，别的东西呢，就变样了啊。所以同样的，我们花几分钟很快的讲一下他的寻道神学，因为他本身一生因为爱主，他真的是带这个寻道的精神来为主而活的。那在他所写的这本书《Exhortation of Martyrdom》里面呢，他就讲到我们基督徒信主是要进入一个与神立约的生活。哇，他这个教导非常精彩，与神立约的生活。You live a covenant life。我们今天得救，我们愿意完完全全的成为神福音国度的子民，也要守神国度的约的定规啊。所以他讲到 ，Among our agreements with God was the entire citizen of the gospel。我们要完全服在这个福音里面，成为福音国度的子民。那这个子民，就是像旧约的以色列的子民一样，要守神的约，神的约定，神的约规，规定的规。我们先看出埃及记十九章，十九章第五节，找到我们可以一同来读。如今你们若实在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约，注意遵守我的约，就要在万民中做属我的子民，看到吗？你要做神的子民，你要什么？遵守神的约，神的约的规定，约规 ，the covenant requirement。那这些的约规在旧约当然是很明显，十条诫命啊。那在新约，俄利根强调，除了十条诫命，特别在马太福音的第五章到第七章，耶稣的登山宝训的教导，可以说是神国度的宪章 （constitution）。每一个基督徒成为神国度的子民，都要守这个约的约规，啊，来尽我们神国度子民的责任。那当然，这个责任他强调一个忠心的
意义就是在马太福音十六章十几，我们都放到马太福音十六章。马太福音十六章二十四节到二十五节，这是奥利根所强调的整个基督徒约的生活的整个的精神。好，我们如何来守约，来跟随神？这个约的要求是什么呢？我们一同来读二十四节。好，于是耶稣对门徒说：“若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整个的守约的精神就在舍己 （self denial）。能够放下这个自我的一切的七情六欲啊，一切的自私，一切的老我，一切的罪性啊，舍己啊。当然，他把这个舍己的最高的境界是什么？连生命也舍去了，为主寻讨啊 ，martyrdom。那他讲到这个舍己寻道的时候，他认为。啊，不单是我们外在的肉身愿意舍己寻道，所谓的 outward martyrdom， 它是更重要的是每天操练内在内心的舍己寻道，就是所谓的 inward martyrdom， 是在你的生命的里面每天操练舍己。啊，当你老婆骂你，你操练里面的舍己，不骂回去。啊，当你丈夫啊伤害你的时候，你不伤害回去啊，这是真正的寻道啊，真正的舍己。他说这个是要每天操练的啊，是 inward martyrdom 啊。那么这个操练这个内在的寻道啊，一个主要的原则。啊，他都提到罗马书第八章，我们翻到罗马书第八章十三节。罗马书第八章十三节，好，我们一同来。你们若顺着肉体活着，必要死；若靠着圣灵致使身体的恶行，必要活着。啊，这个内在的寻道，内在的舍己啊，就是不断的能够。靠着圣灵致使我们身体的恶行，我们这个身体一切的败坏的各样的情欲啊，自私啊，各样的罪性。好，那解释奥利根一个很特别的贡献，提出了这个 covenant 约的观点啊。那么其实今天很多的基督徒没有这种与神立约守约的观念，以为我得救就是白白的，耶稣已经为我付了一切的代价，我什么都不需要去努力啊。那对奥利根来说，我们得救乃是进入一个与神立约的生活啊，我们要努力的啊来遵守神给我们的约定跟约规，就好像神在旧约啊也把这个约给以色列人。要他们遵守，甚至连创世纪十七章神呼召亚伯拉罕也对他有一个的立约的一个在亚伯拉罕之约里面的一个的约的要求啊，我们可以看一下十七章第二节啊，第一第二节，创世纪十七章这里发现神的这个约的原则从旧约到新约没有更改。啊，不是说新约就是恩典时代，神对我们没有任何的约的要求，啊，今天你要住个房子，你要签个租约，也有这个约的要求，对不对？好，我们一同来看十七章第一、第二节。亚伯拉罕年九十九岁的时候，耶和华向他显现，对他说：“我是全能的神，你当在我面前做完全人，我就与你立约，使你的后裔极其繁多。”神要与亚伯拉罕立约啊，但我们和本圣经这里翻的这个旧不是很准确，新译本翻的很好。新译本翻什么？我要与你立约，的确在原文是一个期盼语气 exhortative mood，
不是因为你做了完全人，我就与你立约，这个不是救恩，这个是宗教，啊，你做了完全人，我才拯救你，与你立约，这个不是基督教的信仰，乃是神在第二节已经表明他的意愿，我要与你立约，甚至把立约的记号格里都给了亚伯拉罕，不是等他行为已经完全了才跟他立约。No， 但是你发现第一节是这个立约的一个的期望，啊，当他进入了这个约，神希望他有什么努力的什么做完全人，就好像神已经接纳以色列人，让以色列人成为他的子民，但是在出埃及记十九章要求他们要遵守神的约，守十条诫命，啊，所以同样今天我们的新约恩典时代，我们成为神的儿女，神也要我们守住神给我们的一个约的要求，啊，伯利根说这个约的要求在这个马太福音第五章到第七章，但我们知道有更广的，啊，包括其他神给我们的福音的大使命、爱的使命，啊，等等的这些话语的这些的要求，啊，但是这些话语的要求我们努力的守约，不影响你做到或做不到，不影响你的救恩，就好像旧约的以色列人，他们没有一个是靠什么守十条诫命这个约规而得救的，他们是靠什么得救啊？上一堂讲过，旧约的以色列人靠着信心羔羊的献祭、羔羊的血而得救，我们也是完全靠耶稣基督神的羔羊的血而得救，但是当以色列人他们靠羔羊的血稳住了他们得救的根基，他们假如守约的话，他们得了什么恩典呢？不是因着他们守约守十条诫命就得着那个永生的恩典，他们得着什么？地上一切神的同在的属灵属物质的祝福。所以你看到在申命记二十八章就应许得很清楚啊，这个观念一定一定要搞得很清楚。我们翻到《生命记》，二十八章，你发现二十八章从第一节到十四节，看到吗？各样神的祝福，条件是什么？你若留意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谨守遵行他的一切什么诫命，就是遵守主的约，你会得到这一切神的同在，各方面属灵属物质的祝福。但是你发现没有应许永生，因为没有一个人可以靠守十条诫命完全那个地步配得神的永生，所以千万不要搞错，得救是完全凭着信心凭着羔羊的血，但是得救之后我们要走成圣的路，要守神的约，就能够得着神各样的祝福啊，让我们出也平安，入者平安，居上不居下，作首不作尾，而且各样能够绰绰有余，啊，也就是得生命得的更丰盛，啊，所以你发现同样的原则在《生命记》的第六章，我们也可以看一下第六章三十三节讲得更清楚。所以 we have to distinguish the eternal blessing and the temporal earthly blessing is totally from different sources. 啊，不要 confuse, 啊，以为我们透过人的努力就得着那个永生的祝福，人的努力守约只是得着地上的祝福或者一些神同在属灵的祝福。我们看第五章，对不起，第五章三十三节，我们一同来读。耶和华你们神所吩咐你们行的，你们都要去行，使你们可以什么存活得福，看到吗？存活得福，不是存活得永生啊。然后下面，并使你们的日子在所要承受的地上什么得以长久，得着这个地上迦南美地的祝福。所以同样这个原则今天在新约时代没有改变， The same principle，当我们得救之后，我们努力的追求神的话，守神的话，守神的约，
我们就会得着什么？一切地上的祝福，居上不居下，作首不作尾，成为神贵重的器皿。啊，所以伯利根提出这个基督徒约的生活，立约的生活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啊，但是当然他的偏差就是这个立约的生活也是得救的一部分。啊，好。是在沉睡的时候，然后神走过，就是有烟雾，然后神走过这个祭物。对，那就是有一些解经就理解为亚伯拉罕睡沉睡了，那神实际上是这个约是一个，就相当于是神是自己立的一个约定，好像是一个无条件的一个约定。对，完全对。所以亚伯拉罕能够在这个约里面得救，不是因为他行为的条件，来自无条件的神先与他立约，才在这个约里面期望他能够做完全人。好，为什么俄利根在这方面他的思想是 point in the right direction， 但是另外哪一边他就走错？那个他高举那个那个内在神学、内在密切神学的时候，他就走错了。他。对，他就是很可惜的一个地方，就是他把密切的追求跟操练作为一个 restoration 得救的一个的条件。但是他在这个思想上面没有。也有啊，他要你立约过这种追求主、爱主啊的生活，才能够得救，是一样的啊。所以他这个不是。只是为了成圣，得福而已，这是得救的一个条件来的，这很麻烦的。对，我还是没太理解，就是说我理解呢，就是说像生命记二十八章已经明确指出你要怎样，然后能够怎样，但是就是怎么去想这个在亚伯拉罕跟神立约的时候，这个无条件的是一样的。亚伯拉罕之约的延伸就是摩西之约，那么。神先悦纳亚伯拉罕，啊，让他成为神的子民，啊，亚伯拉罕得救的根基是因着这个献祭，啊，那么神在这个悦的关系里面呢，期盼他要做完全人。那么怎么样具体做完全人呢？到了摩西之约的时候，就具体化了，十条诫命，啊，这是最基本的，靠着这十条诫命，你来做完全人。所以 the principle is the same。他要是没有做这个完全人，那个约定就没有影响。只是你发现《申命记》二十八章跟刚才第五章，你看到吗？你没有遵守神的话，守神的约是什么？失去地上的一切神的同在跟祝福。这跟永生没有关系。跟永生没有关系。对了，对啊。他觉得这个是那过去呢？我们常常把得救称义跟成圣这两件事情混在一起。其实得救是得救，是因着信。你成圣得圣得赏赐是因着你的努力，啊，但是不影响你的救恩，啊，但是再来我们会研究天主教，天主教就把这两个东西把它放在一起，以为你受洗得受洗了，就是应该是一个圣徒 ，everything should be perfect， 所以你不 perfect 的时候你就不得救了，所以要重新努力再来过，啊，要 through the penance。